该快起飞了吧？好像快起飞了。这话你半小时前就说过。嗯，但这一次应该要真的要起飞了。干嘛？你的智商都用来谈恋爱了是吧？你应该学学我助理，每次到这种时候就请假，溜得一个脚快。没关系，黄总说了，有时间就该多学，合情合理。我还年轻，吃苦撑现在。加油！小姐，我想请问你，你们这里什么时候起飞？这架飞机？什么叫不好意思？不好意思，你要给个时间，坐了这么长时间了。你饿了？对，没。来来两份。不好意思，不能解决问题啊。看样子今天飞不了。嗯，三明治你来一点吧。谢谢。我不饿。我会腹语。你可以教我吗？这个腹语好大声，好厉害啊！其实我小时候也学过腹语。你的腹语说：“我肚子饿了，吃一点吧。”剩下一间房间了，我今晚可能我们要一起睡。啊？宾馆只剩下一间房，所以你洗吗？哦，好。怎么？你马桶盖怎么可以忘记放下来啊？什么盖？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哦，马桶盖。我。当当啊！我打不开了。哇，你的特异功能呢，这算是一种特异功能。跟你讲，我也有特异功能。我的特异功能就是，我每一次插 U 盘，都可以一次插进去，插口绝对不会反过来，没有人知道。那很厉害，因为我每一次 U 盘一定是插反的。我觉得我这人可能特别没有方向感吧，因为我每次去一个地方，明明是要往右边走的，我就会往左边走，然后就会多绕个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半个小时的路。那你也太辛苦了吧，当做减肥呗。你不用减肥了，你已经很完美了。不信就算了，正正经经谈的恋爱就四次。那不正经的有几次？堕胎的呢？不要乱讲啊，不要乱开玩笑嘛。我真的没有。
那至少你从小到大都一直被女孩子追，这一点就没错吧？怎么听起来我像是个逃犯一样？最后警告，请缴械投降。缴械。啊！还有武器尚未清除。刚。开玩笑。吓我一跳，想说这个武器，我只有这一武器。那你追过女生吗？好像没有主动追过吧。也是啦，你条件那么好，哪需要主动去追女生啊？都挑花眼了吧？那我问你，你有追过男生吗？当然没有啊。反应你需要这么大吗？又不是什么好丢脸的。你不也一样？没有资格说我。我跟你不一样。啊，哪里不一样？不过就是年纪小了我几岁。我觉得不是年纪的问题，应该是你是不是那一种，特别相信顺其自然的人。给我算命。问一下。顺其自然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如果我遇到我喜欢的人，我当然会去追嘛。如果我不喜欢的人，我追来干嘛？也是，我以为你只是不敢，习惯等待顺其自然。那么了解我？哎，我以前一直觉得爱情这种东西本来就应该是要在那里的呀，该来的就会来，没有什么真不真的，其他的靠自己努力付出就可以了，攻读学位啦，应聘啦，加薪啊，包括减肥啊，变漂亮啊，你只要拼搏奋斗就可以得到了。但是爱情茫茫人海，我到哪去拼搏，找谁去奋斗？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原来你就在这里。原来你还挺小女孩的。哦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说，我觉得你内心是非常浪漫。爱情没有对爱，爱情，爱情。啊啊啊啊啊！哦，怎么在这里睡啊你？我没有，因为，不然的话我睡不好，我喜欢睡地上。你出血了？不，没有，我没有充血。你流血了？还有流血？哦，流血，对，流血了。可以轻一点吗？你可以轻。是男人就忍住。啊！因为是男人，所以我才忍不住。你忍一忍，我也就塞进去了。啊。轻一点。怎么那么小啊？什么？不许你胡说。一口啊！啊！轻一点，轻一点啊！啊！我要使出我的终极武器。
天哪，这太折腾人了吧！我赶快离开这里。谢谢你，你人真好啊！哎，棉花哪来的？不知道。啊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不是你找的吗？嗯。哦，轻点，轻点，你可以告诉我这棉花哪来的？不知道。你动吗你？